真恐惧。
怀疑自己还没有可能就是搭上了被卖猪的人。为了验证他们是不是真的是个贼车，唐小姐就打开了路线图搜寻器机场路线，结果发现从他们的所在地到机场不过30公里车程，但是司机的 Google 地图上却显示需要花50分钟。那这就很奇怪了，明明是同一个目的地，怎么预计抵达的时间却差了整整20分钟呢？答案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司机要去的地方根本就不是机场。真的让人头皮发麻。那发现这一点的唐小姐一行人马上警铃大作，假借他们想要进入政府的名义，要求公司解决他们在工作的三种问题，向他们上报。结果司机一听到这个要求之后，马上变脸，而且还强硬的拒绝，甚至他还宣称啊，车太贵，随便的停车是犯法的。